咱们一起唱起来，我们能不能不分手？希望我们西安跟我们的幸福快乐永远不分手，耶、yeah! ！我们能不能不分手？亲爱的，别走，全世界都让你要爱我，难道你就不会心疼？曾为你万事都认同。曾为你任水狂流，曾为你万事都低头，你怎么舍得开口？起来，我们能不能不分手？亲爱的，别走，全世界都让你要爱我。我听他们说，就是那个，我觉得特别好玩。就是所谓不忘初心的，就是因为他们真的是不忘初心，他们就是爱音乐，然后来看的人也都是因为想唱歌，他们那个地方就是我就是爱音乐，别让我停下来。我爱西安，耶、yeah! ！哎，同学们，我们要一起拍一个画面，就是希望大家能跟我们一起做西安的那个两个姿势啊，来，帮我拿一下，好。然后我们第一个做。X 就是我们的西，对，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安，好不好？来啊，西安西安，小朋友，你能学这个动作吗？西安西安，来，一二三四，西安西安 ，everybody， 西安西安 ，everybody， 西安西安。西就是 X，A 就是安，然后这两个动作又特别的快，能变，然后我就希望能够在音乐的那个最后一块唱出来。带着大家一起来做这个，就是呼喊咱们西安的这个口号的时候，大家也是就是一种非常团结、非常高兴的这种感觉。我一直觉得完美的视频都是前面放的是，其实再有意思、再高端或者再炫都是引子，最后的视频的结尾是能够跟现场大家一块互动的。是啊，各位朋友们，给我们一个 X， 来，三二一，哦，好，来需要一个 A， 嘿。